大帅会说，还是打潘大帅那个菜鸡好玩，好哥哥帮我弄他小小大是吧，我让他变成小小小、嗯、好好，这个点就是左下角啊，刷左下角然后拍照、嗯、开局第一件事情记住了干什么，放火烟花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你知道吗、啊、就是说如果你打屠夫心态不是特别好的话，嗯，你先放烟花，然后呢把这个就是你如果心态不是特别好 啊然后有点压力很紧张，通过这个放烟花呢缓解缓解一下，对，缓解自己的心情。 我在胡说八道的啊，但是这个放烟花的动作是不能拍照的，对，不能拍照啊，所以这个需谨慎啊，躲在这个附近我看到了，这把能几刀开最少五刀开，为什么呢、啊、因为木屋那边的镜像也没有躲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能不能找到啊啊，所以现在的话我是玩一个什么呢，玩一个赌的打法，毕竟他也没防我约瑟夫对吧，我直接不要医生了，因为我捡不到医生，他反正能加血、嗯、那我就换挂佣兵，我试一下能不能捡到这个佣兵、啊、然后开局被秒了一台电机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木屋的被秒了，不是木屋的被秒了，然后现在这里有个耳鸣，我现在不确定佣兵的位置的，但是呢我想去先往角落排一下，排找一个点先排嘛，排不到的话就走、嗯，好回来，排不到手里现在有闪现，他们这边的状态其实你找到冒险家闪现一刀也蛮舒服的，白给杂技，白给还是破轮白给，那有没有机会秒他，肯定有机会的，他如果说不白给闪现开他一刀，那他白给了为什么没有理由杀他呢、嗯、而且手上是没有人的，一定要闪现杀他，但这个地方是要一些博弈的，他飞轮失误了，他手上有三个球，这里捏牌疯狂骗他骗他啊，骗他跳过去好扔球，好他死了，哎，闪现我先不着急交，因为我怕闪过去那个没闪过去是吧，对，我怕踩火球啊，这位置他下板就死了，这个击倒节奏算是约瑟夫的什么节奏，开局被秒一台的节奏只能说不算太好，但是呢、啊、手上有人不算太差，现在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呢，就是不让他二六，对，约瑟夫现在手里面没有闪现、啊、杂技如果说他们这边能扛一刀好像是有二六的可能性，不算扛一刀吧，就是正常救人嘛、啊、正常救人就是说佣兵救人，然后他下来有一个下移加速的一个情况的话、啊、是可以这个走的，这一刀是稍微预判一下，他应该往左边走了，好漂亮，哎呦，但是这刀没打中、了，失误了啊，位置是对的但是没预判好，身位有点不太够，然后现在这个佣兵应该去救人呢，他手上还有一个火球啊、不是火球、有一个、白球，哎这么会扭吗，哎厉害，这是哎漂亮，死了，哎呀还得是手底手上功夫了得呀，你这要给我这杂技，我之前在打他们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用约瑟夫，我想反正我也抓不到，我不如镜像捡，我还真捡到了，但是没办法救下来，二六我就没了，那边摸血炸了，摸血炸了，过来排一下，他们两个在瞎血，直接过来压过来，可能是冒险家救人，也有可能是医生救人，这个是谁在摸他，是一个佣兵在摸他，那冒险家过来救人了，冒险家过来救人了，他就没在挖宝，打一刀，他手上还有一个白球，这里肯定不会换挂医生的，这波一定要将这个杂技挂飞，打不到，这里打不到，这里打不到，嗯，他是飞轮的嘛，他飞轮应该也快好了，这里捏牌片呢，好扔球，好火球也吸出来了，火球也吸出来，那说明他溜了60秒了呀，对呀、那他溜的还是蛮实力还是有，虽然说他前面有失误白给了一刀，加油，好扛好扛，现在外面就是一个佣兵在修机，嗯，然后冒险家在这边压机，嗯，很悬啊这把，说实话冒险家藏在后面，哎想阴我，被你阴一下我不炸了，哎呦漂亮，这有点帅，这一刀的过板刀气，这刀我没想到能打到的，那这个就是约瑟夫的特殊刀气嘛，啊还能够看到约瑟夫的特殊刀气的，特殊刀就是判定，说好听点叫特殊刀气，说难听点叫判定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打到的，就是很长啊这刀，对对对， 我感觉他飞轮已经他这个飞轮交的时机其实我觉得还可以了啊，然后现在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，这边是有两个镜像的，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一个佣兵在修机，打后撤出来看一眼，
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冒险家在中场休机，他变小了，不会想藏起来吧？藏起来就有点搞笑了吧，老弟。这波镜像不挂吗？要挂，我只是出来压迫一下他，顺便看一眼这个。哎，人呢？医生人呢？是搁这儿呢。嗯。那有一个坏消息了，我找这个医生比较费劲，打医生懵逼了，打懵逼了，然后这个冒险家双挂不了了，挂不上了。啊啊，这样子。但这样这一轮打完以后，医生倒地，外面两个人都残血，你手里有闪现，见到一个活人闪现，哎，这残佣兵，佣兵只有一个护腕的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一刀打死，没打死，有点小亏，但是那边好像有一个佣兵，回溯回来，这里我就是要杀佣兵的，佣兵只有一个护腕的，我就是要杀他的，啊、把他挂在遗产机制吧，有机会赢一个戳刀，没带走，翻窗，带博弈，当时追冒险家这台机子就抢掉了是吧？当时追冒险家这台电梯就抢掉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是把这个佣兵挂在遗产机，然后医生过来就没关系。但是呢，刚才把这个冒险家杀在这里更赚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佣兵他修不了这台电梯的，但是冒险家他有机会出去挖宝，所以把冒险家杀的是最赚的。就当时如果说那刀打中就纯赚，打不中的话不会深追了，对吧？打冒险家吗？啊，对，蓄力刀的时候他飞轮交了是吧？啊，那肯定不会深追了，深追的话幽冥不就把这个脸上的电机给偷掉了吗？嗯，对，肯定不会深追的。然后冒险家在修中场的电机其实差的不多了，现在医生要赶过去救人了，所以他现在要打一个什么呢？医生救人，然后等冒险家过去，然后压机的一个这种打法。对，有一个三人开门战的可能性。对，但是现在不知道冒险家手上的这个输液多少。但现在医生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传送马上要好了，如果他再晚一点救的话，冒险家好像过去了。医生再晚一点救，咱说句实话，这个镜像结算时间马上到了呀，你这个救人的话打一刀医生，赶紧切进来手。守住，然后待会儿捡起来挂飞佣兵。对，哎，漂亮！想强开他失误了，这波。先管一下医生，他失误了，骗他下板，假装过板，直接把刀带走。现在的直接投了吗？我还准备捡佣兵呢，直接投了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已经心态爆炸了，就跟我那天一样，我打到后面也心态爆炸了，完全没机会呀、啊。